恶魔医生，我感冒了，他们说让我来你这里打能量针。你有奥特曼卡牌吗？我有啊。哦，有奥特曼卡牌就能打针了。泰迦银河。哇哦，不错呀。三二一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虽然很疼，但我感觉好多了。原来有奥特曼卡牌就可以打能量针了。贝利亚，你也想打针？对啊。你有奥特曼卡牌吗？我有啊。这些卡牌都是怪兽卡牌变过来的。贝利亚敢骗我，看我不收拾你！泰迦银河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新研发的巨型针。你这么多卡牌，就给你打十针吧。什么？十针？还想套路我？泰迦银河，给我狠狠的来！放开我！放开！点击下方抖聊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